我是大观帆船队，我们是搭载 Andrew GR Ranger 宠物守护者团队，我是阿法玛科技，我是 Good Luck， 我是 Triple I 海威 Dance 团队，清华智农，我们是新氧能科技，那我们团队是 TFH， 是奈油神医，我们是魔龙传奇，我们是亚洲美品，是秦星陪玩，我是球星马来研究团队的李尚荣。想希望在这个产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，总觉得有些事情想要去做，就是一些梦想，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创业是把梦想变成可以实践的步骤，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一定要去做的事情，就想试试看创业是什么，然后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吧。实际上就是因为想要贯彻一些自己的理想跟理念，我想要让靠自己来完成这件事情，觉得创业是一种自我实现，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梦想，都需要去做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。困难吗？其实困难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啊。当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啊，当然就很怀疑说，那我们这个想法到底可不可行啊？到底做不做得起来啊？好多次都是非常的怀疑的自己。你这东西不可能啊，不可行啊，对吧？而你没有资源啊，也没有人脉啊，所以你就只好自己去找一群伙伴。会受到比如说前辈的一些挑战，就是、说哎。你这个东西真的有办法成功吗？之类的，你就会很常被遇到泼冷水这样子的情况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你要说服你自己，说服支持你的家人，无时无刻都在困难中度过，所以你要把困难当作是什么日常。刚好去参加这个 fitting， 那它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制度，所以像我们每次营队或是活动都会遇到不同的夜市，那夜市的那个背景来源其实都很多元，有的是创投，有的是很业界的专家，甚至是可能财会方面的背景，所以他们在看这个问题或是我们这个 proposal 那个方向上啊，就会比较不一样，会给你很好的一个意见，那甚至怎么去修改，坚持不要放弃，你们没有准备好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相信自己的想法，冲就对了。欢迎一起来创业，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。加油，不要放弃，放手追吧，这是你的梦，不要轻易的放弃。加油，好吗？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初衷。加油 ，Just do it 。